欢迎来到重生模拟器，请选择你的样貌，请选择你的武力值。你是学校里最不受待见的同学，因为你有着一头像妖怪一样的红色头发，他们都叫你红发魔女。今天打扫整个校园的任务还是交给你了。这已经是你连续打扫的第78天了。这不是红发魔女吗？走，咱们给塔店教训尝尝，欺负妖怪什么的最好玩了。你们是来帮我的吗？哎呀，你居然在偷懒，地上这么大个易拉罐你看不见吗？面对女同学的恶意刁难，你选择你是不是有病？啊啊，红发魔女要撒人了。为什么打架？嘤嘤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都是那个红发魔女乱打人。面对同学的污蔑，你选择校长这件事。红发魔女欺负同学，罚你去打扫一个月的厕所。受到委屈的你伤心地冲出办公室，就因为你长出了与众不同的红发，所以同学们都害怕你，讨厌你。如果人生能有重来该有多好。请选择重生后的形象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快点把保护费交出来。嘤嘤，我都给你，你会下手轻点，千万别打脸。看到之前欺负你的三魁有危险，你选择拉黑之神。你红发魔女，你想干嘛？我跟你拼了。面对三魁的忘恩负义，你选择去死吧。红发魔女，看我怎么让你出糗。嘿嘿嘿，奇丑无比的奥利给开。我说这不是我干的，你信吗？喂，我说你还不赶快放开我，我跟你说我可是练过的，你信不信我一巴掌呼死你的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要去校长那里告你的状。